你都看了三遍了，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耳光炒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锅里先下入虾头，煸出虾油。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你想吃什么立刻就有人给你做。把三片午餐肉煎至焦香，一碗被人打了一耳光都舍不得放下的耳光炒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